我先搞的，你带恁来恁艺高的学生来点菜，啊，进来之后，你感觉，互恁的感觉是啥？哦，囡仔足欢喜的，哦，真侪人，阮的囡仔为台北，来遮读书，为美国回来读书，啊嘛，有诶为家己去啦，对这个船开迄个。文物吼，顶过拢是册顶嘛，咧看，啊无电视顶看，啊拄只看，哇看迄古早迄个公车啦，啊无咧咧地产的啊，看了有啊做欢喜。啊，我为虾米选咱来遮做户外焦点？主要是讲咱这个所在吼，是算咱诶嘉义地区，也算咱台湾地区，收集迄个乡土文物吼，算上完整的。哦，一个所在，啊，搁艺术高中拄好就隔壁附近尔吼，我来遮把迄个乡土文物吼融入阮的课程教学，所以阮要来进前，阮的国文老师、是历史老师、美术老师，拢会至少拢会介绍讲咱台湾的乡土文物，啊，来遮伊就一个迄个亲切感。啊，经过自己的 DIY 了吼，伊感觉伊融入在他的生活里面。所以咱若讲要传承文化吼，最上好的。尹仲先生，咱来讲，都是在做农村保育。这个思，这个思维的依我，我是讲校长看，我就跳脱出讲我的想法，就讲，因为平常我哪里去做，有固定的种想法，都拍伊，讲只要记录以外，有啥物方法，你也是啥物情况？我即摆是想讲，咱这农村保育这个观念吼，足好诶，也算真新啦。新就是讲，咱甲经过迄个峡谷吼，变做咱是农村跟再发展的一个基地啦，也会使为咱这个顶菜园做来开始。啊，若讲徛到阮校迄个绿地农村吼，我是讲一个物件要搁有较附加价值要提升吼，个精致性甲创意吼，会使搁增加吼，搁来加油。啊，精致性就是讲，我看今日来看，即文物足侪，即可能七算上万件的文物一个只吼，啊即。这个不好啊，保存哦，可能无较早就无去。啊，好加在咱练修整个只吼，咱会使做一个迄个系统性的整理。啊，因为咱即摆迄个体验足好，啊，囡仔不知道要有一个系统要去了解讲啥物件吼，伊有较辛苦。我即摆有便利造册，哎，这样真好。便利造册，我弄便利造册，啊，所以我弄补上，我弄我自己听。对对。啊，慢慢啦，就是。对对。用啊，了，我们找物件，是你要提供给其他社区吼，要提供给开销款，我们都可以。啊，提供出来。就是讲，我物件转借出去，啊，反正就联系，流通啦，哎，流通，啊，流通是讲共同来保。哎，这跟公共图书馆的这管制合作，哎，那个，你是讲这管理的新，我是讲，比如阮校会使来合作，讲，把这物件，咱要做一个艺术化，哦，啊，做一个文化性的迄个介绍导览，哦，啊，在我们学校也可以做互相联系，啊，阮校有一个文化馆，啊，那有这机会吧，再来啊，来做展览，哦，囡仔吼。唔免讲，逐工吼，来一专工来遮，同学就会使来欣赏。好后边哦，咱应该考虑讲后边学校吼，来制定一个说，因为新港艺术活动有没有多少学生嘛？六百个。那几百个哈，我们可能那是种子的。开比这智慧，我来讲，提供哦，好艺高的学生全部进，就让他们免费进。那真好，那感谢，我来提供，啊，后边就做。啊，我的囡仔就变种子了，对，变做文化种子啊，那。推广安尼足好诶，好啊，好啊，好啊，感谢李司令，谢谢，谢谢。